这世纪该四五十年代到底就呢流传一首秋报诗，听到呢该是一首绣花的作业写文啊，来帮看课的阿兄个。但是这个阿兄呢啊，无学，结果呢这首写到秋报的诗呢就流传社会，说定见了大公报，结果含海外个敌人也拢总会知了。呀，这首秋报诗呢，可能后生个人呢拢唔晓了啊，因为也是一位老爹就大话仔，我才读，这只首诗是写个。龙金左臂提起来，苗子红壳青嫩在。因为终日见了面，腮拢黏黏心不开。乾隆今年十八春，并无眼里可能光。不幸爸母早丧时，生下阿龙失不易。婚姻那日会小可，爱结何能来膜拜。公乐则是有情义，晒乌红叶相作态。我心情急跑追波格，布地大车入五彩。左手一只金戒指，右手秋根各耳仔。时候不可来失业，卖晒阿龙跨心怀。一首秋报诗来用回信的笔。啊！但是我的答案是，对于家己的幸福，就应该叫一位绣花姑娘朋友哈，大胆去追求。现在是不是真该有真个秋报诗呢？你话真连背第二部，大家呢去采访一下，你个公公或者是妈妈，就来个话答。现在电视上呾正月呢，冇拍请假，是吧？正月以过，二月以来请假拍去。